让我们欢迎两位金偶奖颁奖人，星光三月小姐、蓝关永久。天空飘到九重天，色指雕酒落八千，魂怀金令假何在，率用那关骂不减呐、啊。大蒜三八啦！当年星光三月大要点灯的时阵，我拄好欠一个男伴，拄好伊一身那色，人讲自古红蓝出 CP， 所以咱两个人才会配到阵呐、啊。谁知呀，就这样大好变成我的闺蜜咯，大婚呐、啊！你安尼害我无性格啦，我拢一定四年外无出来点胆咯。现在也是黄金单身汉，哼，拢嘛是这个小金老师不输鬼。这几年来帮我安排这么多男朋友，现在大家应该拢感觉我真清彩，其实。那拢是舞台好歌，卖认真。是啦，阿芬啊，今年也够星光三月是谁切洋葱，转台湾巡回展。听讲毛专心的衣服甲造型，请大家期待啊！我甲阿帅今仔日要来颁发的是金偶奖其中的几个奖项。这不是一位，而是得奖哦。首先是最佳失去意识奖。竟然有这种奖项，得奖的是金甲杀手。阿芬啊，编剧讲。未记得帮伊号名，要安怎？身为专业的主持人，当然爱临机应变。得奖的是金甲杀手金高追。那咱请金高追先生发表得奖的感言呐、啊。我就是只有随时拢会当失去意识啊！首先，金高追这个名无好听，会使改名吗？我想要叫金和佳，听起来靠偶像剧感觉。其实。首先我要感谢是我的超偶师，他叫做赖芳臣。他虽然是一个七啊，但是他的气力真像一个腿啊。大概他插我的时候，我都感动到想要哭啊。工作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大家是对这台戏很有热情，然后你才会去投入啊。而且我觉得说他们的剧情看起来很简单，可是他有在，就是你会还是觉得说他会触动你的心。有时候演到那种就是会伤心的戏，你就是会伤心。这个混搭未必温人心情，金先生化失去意识的失去意识咯，拿这个奖。是名贵啊！再来，下一个是最佳武术指导，得奖的是慕容世家小青。咱到阵来看得奖的影片。我以为是什么人啊？原来是你这个胖到底面公孙点哥。我会把马赛小子送你有剑了，要刚打进我慕容世家，王妃我
厝的小姐对你一片亲情，结果你变安尼惊啥？敢流行三多人运动？你敢对起阮厝的小姐吗？受庆死啦！我确实还用说伤心难过，是我对不起。哎呀，你这个不死鬼不死鬼，是不是跟你竟然告明成亲？那我今日就要代替阮厝的小姐棒打薄情人啊！来呀、啊！哎呦呀！啊，你这人又弄一个样，成亲也要亲你当上？啊，阮厝的小姐这么多王公贵族，是要对我过来，要跟他选你这个不落魄？你今日要个讨价？小青姑娘，你不能够怕了。你别跟我动！我别怕我了。我够水。听讲这出戏拍了真正力，连公孙殿阁的头冠拢强拍断去了。高玉凤小姐，气到想要甲洛卡文抬死。咱来听看卖啊，小青小姐的得奖感言呐、啊。来，因为导演有交代，我以为公孙两个在惊啥做啥物多人运动，对不起弯道的小姐，所以害我往死里打，所以怪草丝特卡门，不小心想过入戏。得个一滴公，一滴猫，一个公孙两个的真正当兄弟。ES 我们都是从就是所谓的粉丝、戏迷、志工这样子慢慢的呢去接触到三杯堂这样的团体。嗯、那一杯咖卡过就是你耶，所以超偶大部分也是在这边学的。嗯，其实说超偶这个东西，其实它，它有很多种方式。可是我觉得超偶其实它算是一个怎么讲？算是你要有一种天赋吗？也不算天赋，就是你会有一个，你会有，他会教你，就是他教你，可是你要自己实际去体验。说每因为每个人他拿到偶也昂阿伯，他拿偶的方式其实每个不一样，他会有个基本功在，但是如何每个人去修行自己的那个基本功变化，然后去怎么样，就是说我们布袋戏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把偶拿得像人一样，去把它做一个传承，去模仿这样人的动作，那就是慢慢要把这个工作的细腻。那真是恭喜小青了，你会使一开始就换了，那是当然的啊，还记得报名，我来去了。啊，再来要颁发的这位更加不简单。伊是纤维红，时间细碎，但演技一流。哦，伊出自何门何派呢？伊是台北康太太关出来红啊。以前听说也是半生以上的主角哦，只是来三昧堂以后，伊煞变青梅了。在《幽琴宿醉》布袋戏的电影里，伊扮演的是一个青梅鬼。哦，阿芬，我有问题。人死之后魂魄离体，肉体归无，为什么要青梅鬼呢？那要去问编剧小金老师啊。这灵言嘛，算了，小青菜呀吧。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伊客掉。各位若是看过影片，一定会佩服不已，请看。观众，您敢有看到？虽然这位鬼有手机卡，但是伊临危不乱的精神，继续去带遐个摇，规个画面拢无 NG，
非常的敬业。咱来请这位英人讲一下伊的心得啊。我虽然是一个纤维王啊，但我妈妈康太太细汉就甲我算过命，我未来一定会变成大明星。我只有一路寒臂忍辱，终于拍了《三昧创世录》啊，甲《罗琴似水》这两部电影。来，三二走！啊！我要感谢我的操师，叫做东东青。对，来这边认识很多好人，大家都很善良，大家都很善良，然后都没有目的，没有啊，因为这边就是大家很纯粹、很简单的在玩布袋戏而已啊，没有说什么哦奇奇怪怪的事情。你想在这边待多久？一辈子。目前吗？目前就觉得还是会继续参与啊。对，这边很好，很有趣啊。对啊，大家都蛮聊得来啊，然后一起这样去专心的为一件事情去付出、去努力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原来东东青专门的捧纤维红啊，阿头是第一个穿的，看来白素贞也真紧变成一线角色咯。是啊，可惜咱两个人拢是茶客，无法度去东东青乌西编剧。咱已经真幸运咯，最后一个奖就是最佳内心戏。评审讲，虽然布袋戏红啊本身无性命，但曹老师爱人偶合一，做出应有的动作和表情，请看这支影片。请问高明明为什么要求秀英的热情？只要提供能流过宽容，又何其多标签考试多面意啊？明明最厉害。我看不出内心戏在什么所在呢？你认真看，当刘叔虽风光，那是我败。可内利亚认定处敌的时阵，你有注意到无？可内利亚是不是抖了一下？好，阿芬，你确定可内利亚不是叫得紧？哎呀，你真正无够细心，因为科内利亚人伫富冈山的展览，我请伊的闺蜜刘叔随风来替解说好了。有请刘叔随风公主为大家说明啊，过来解说一下。当初在演出这段戏的时阵，曹老师、小金老师认为，那是我随便决定科内利亚的命运，至少伊还有一挂反应，啊无空母大叔会以为在其中有诈，所以伊毋是叫得紧，是发自内心的真惊。而且在孟川的幽魂冒大下，这拢是小金老师的坚持呀。魔鬼藏在细节里。我感觉小金老师的讲法真有道理，以后或许抖一下的内心戏，这种布袋戏演法会变成流行啊。阿芬，你是内心太过激动吗？不是，我是真正大喝尿急抖一下。这时间差不多了，咱准备来拜年了。人情一世千串绿，牛魂树地万庆红。三分春景景无透，四花丽人人好牛。树去牛来是旧岁，龙飞凤舞庆新春。
牛鞭马咬凭潜力，红雾龙辉雄赳啸。